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二十一天极光晚安精华用法。一，在使用二十一天极光晚安精华之前呢，一定要先清洁肌肤，把肌肤表面的油脂和肌肤毛孔中的垃圾都清洁干净之后呢，再去使用护肤品，吸收效果会更好。二，在清洁面部之后呢，不要直接使用二十一天极光晚安精华，应该先使用爽肤水。爽肤水呢，能够舒缓肌肤，给肌肤补充足够的水分，还能够二次清洁肌肤，让肌肤恢复一个比较湿润的健康的状态。三，然后使用二十一天极光精华，会更好的推开，挤出来呢，涂在脸上，轻轻的推开，涂抹均匀就可以了，具有保持肌肤水嫩、增强皮肤弹性等作用。